现在要进行的是男子青少年传统健美75公斤以下量级的赛事，请带队官请将该量级的选手五位选手依序的带到舞台中央位置。我们这个量级有五位选手哦。一号选手黄少轩，二号杨佩宇，三号罗义翔，四号林霍庆，五号陈登仪。正面预备姿势，请开始。正面双手勾二头肌。正面阔背肌，正面胸大肌，四号选手上半身躯干全打直，谢谢。背面双手双腿活肌，背面阔背肌，调整一下一号选手背面阔背肌的一个动作，他的手 太高了。一号这位，侧面肱三头肌，请开始。前肢请放松，以及最后一个指定动作，腹肌、与腿肌。好，前肢请放松，请大家关张选手退到第二条线上，请回到舞台后方。接下来进行的是一分钟自选动作，有请一号选手请到舞台中央位置。谢谢，那有请二号选手杨佩宇，请到舞台中央位置。音乐请开始。
请观众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哦。
另外一个怀跳呢，我们最喜欢的、最经典、最喜欢的一个动作。